季节目中人生百味游戏让人印象深刻，回味无穷。其实在比赛开始前，跑男团还体验了一把称重游戏。跑男来了，称重游戏，游戏规则是不借助道具，每人判断出自己面前这筐煤的重量，并按轻到重排序。那我们得找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。我们每一个人报一下景甜。啊，哇哇，走你，我走你，我我要你不是最重的，你不是最重的，就是没有多重的。你不是最重的。问题你怎么形容自己呢？我们都颠过你了。你待会儿拿完这个之后，哎，你把自己颠一下。你多少斤？95-96。95-96。嗯，但是他好像比你还要重。热巴怎么着？我看怎么着也得有个。他说他是有89，有吗？热巴，我得抱上你，不然我不知道。热巴可重了。哇！我的妈呀！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中午什么都别说。那个比热巴重。他刚才吃饭了。我没有吃他。没吃，没吃。我只喝了那个鸡汤。你们还有鸡汤吗？啊，你没有啊？没有。哎呦。不得了了，为什么我觉得一个蔬菜加土豆啊，真的假的？骗你的。嗯，真是的。好，我们先从李晨开始感受一下。很重，你说几个景甜吧。不是，但是每个人的感受不同，因为你受力不同。带不带头？我觉得少一个腿吧。好，你这个，我这得有200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，我这得有两个景甜。景甜，请你拎一下你的。你小心啊，小心你的腰。比我重。比你重。比我得重10斤以上。那你抱他快乐吗？那你抱他快乐吗？比他重，我这个得有100，我估计120斤左右。快来 ，come on， 小心腰。腰要小心，用屁股，用屁股，用屁股，挺胸。哎呦，我这得有130斤。来，这个对不对？买定离手。排序，